家人们，乐乐茶新品又见武当，咱们今天看看怎么回事儿。这次的新品一共出了两款，一款是厚豆乳功夫豆花，就是我买的这个，还有一款是厚米乳功夫乌龙。个人是比较喜欢豆花的这款颜值，所以买了这个。它这个包装我是真挺喜欢的，饮品的封层还采用了中国太极元素，感觉非常酷。话不多说，咱们先来品尝一下。Later。哇塞，这个口感真的是相当丰富。第一口喝到的是杯底的牛乳豆花冻，细腻嫩滑的口感直接就滑下去了。然后再喝两口是里边丰富的小料，糯叽叽的大黄米还有黄金米麻薯，嚼起来也很有口感，是那种越嚼越香的味道。慢慢细品，不光有米香、奶香、豆香，还有乌龙茶的茶香，就这个口感真的很难形容，在嘴里很丰富，是那种层层递进的口感，我还从来没喝过这种奶茶。最上面一层撒的是熟黄豆粉和黑芝麻粉，喝到最后真的是香上加香。行了，一款既有米香、豆香还有奶香和茶香的厚豆乳功夫豆花，你还不去喝吗？一口下去真的是太满足了，赶紧趁着这个秋冬多喝几杯吧，拜拜。